大家好，我是任任。今天所要玩的游戏是《战国吧，萨拉斯》，准备开始影片。这两位是死对头，一个是伊达政宗跟真田幸村。我所要的角色是岛主镜。岛佐京跟石田三成的衣服都是特别衣装。天空飞踢。其实打菩萨我也是很难的。胜利。好了，那就再见，拜拜。